因为老头子过生日，可以啊，家里小弟一下，老板他们，他不能给他喝酒，他必须的，一人喝半斤，一人喝半斤，老板来，我对了，这是我亲爹，不能这样碰他，我马上来说，我喝半斤啤酒，我爸爸喝半斤，幺幺，好，一啤酒啊，老板，来来来。鼻子吗？啊，我直接把这碗半碗开。米多，好吃不？这肉？啊，这点小我就往就吃肉就往死里啃。好了吧？蒙过两个吃肉的，蒙过两个你们再接。妈不嫌弃我，你嫌弃我？这是假老公，妈假老公，更可以了。我们不吃的爸爸吃，我妈妈不吃的，爸爸也不吃。他们离开是吗？干一下，干一下。老爸好不容易找个机会多点酒，给他干一下。他不是，他现在不吃肉了。我太浪了，你有不能在这演不？啊！地毛呢？快点，给我打碗饭过来。让他摸墙，你找什么？来，兄弟，来，我们两个来。干了。干了。谁让你吃东西？让你让不到呀！加油，干呐！哎呀！那个咋样？嗯，他把我闲到的。哎呀，我闲到的，哎呀，闲三个的。不要啃太干净了，皮点要吃。我还想吃水母。还想吃水母？你听见没有？发话了哈，想要个水母，安排。还要一块水母。安排。切个蛋糕哈，这仪式感要到位啊！是不是这个？对。我老爸就是个老小孩。你就知道我喜欢用你这话还真的